另外，豪声豪气请富人拿出订单才能取货，不是要找麻烦，而是对方声称自己要拿的东西是半年前买的。店员傻眼，这没有订单要怎么给啊？夫人就是生不出订单，开始对着店员咆哮，还表示就是现在才有空，管他有没有订单，此刻一定要讨回他下订的东西。啊，你有无单啊？你是要安什么物件？啊，我物件真正真正就唔知哦啦。啊，你当时寄的？啊，你敢有单的？敢有单的？你这是未记起啊？我上。啊，未记起，你搁起来就起倒嘛。这个，咱公司有一套程序，咱公司有一套程序吼。店家挑明公司有一定程序，更何况是半年前的东西，即使富人再怎么大呼小叫都没有用。真的是有理讲不清啊！双方僵持许久，富人讨不回东西，也拿不出订单，竟开始指责店员的态度。业者无奈，公司不是仓库，买了半年的东西现在才来要，自己拿不出订单还找店员出气，这服务业实在不好做啊！记者台南综合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